世界各地的观众大家好啊，就嚟开波啦，球员好快都出场噶啦。我是吴家谦，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下我今日嘅拍档，就是大家都好熟悉嘅 Keyman 啦。喂 ，Keyman， 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晒啦，家谦。哇，净系因为今日要睇呢场波咧，寻晚我争啲瞓唔着啊。好，而家睇睇两队嘅阵容先。球證明掟開波啦！頭黑個波向前傳，擋咗啲球波，一腳踢走呢個波。向住側翼，呢球接得好啊！拉美尼斯。巴拿根向前大腳一斬，呢個情況佢處理得唔錯啊，係界外球啦。呢球波過唔到啦，瞄住個前場嚟斬啊！艾傑臣繼續壓住。呢下橫傳咧，同佢想象中係差咗些少嘅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侯克呢下應該都俾球證罰㗎啦，侯克。侯克，侯克斩埋去，哇！呢脚波踏晒 Q 啊！开波到而家为止，边队有优势都好明显噶啦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保持落去啦。向前场方向嘅长传。侯克有空位啦，咦，控得几靓喎！达力向前传出，传翻俾六门，啊，几有心思喎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整腳直線，個問題啊出喺傳球嗰個準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。達力呢個直線靚啊，睇嚟就似越位嘅啊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喺我哋呢度睇咧，我真係覺得好似冇乜越位嘅，不過我信旁證嘅。巴拿根
身形占优啊！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试下压埋去啦，艾杰神。嗱，禁区入边咁多球员，好难喺咁嘅情况之下入到波嘅。拉美尼斯、史道安尼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巴拿根呢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噃。嗱，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过我谂佢对于队友俾波嗰下就唔系好满意咯。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前场的传出，艾杰神被对手侵犯，球证就俾张黄牌佢，球员们啊继续抗议，不过点搞都系嘥气啦。呢个foul波咧，即系如果万一要攞牌都冇计噶啦，因为如果你俾人长驱直进咧，就仲危险。呢球波几有信心都假嘅，斩埋佢就稳阵啲。啊，呢个位置射得噶，其实。头黑个波会去边咧？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咧，之前射失个球一模一样。嗱，领先住嚟踢咧，佢哋已经浪费咗好多增添纪录嘅机会噶啦，希望之后就唔好后悔啦吓。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，试下压埋去啦。唐正举旗表示系越位，身形占优啊！艾杰神个攻势咧都组织得唔错，但系烂咗尾啊，最衰。防守啲球員咧，中間有條罅嘅，喂，小心啲先得嘅。個籠呢一球啊，踢得曳啦，即刻俾翻個波人哋都有嘅，有機會射啊！呢球點咧？班後防啊，根本上冇諗到中場咧係會咁樣甩拖嘅，所以完全冇預備對手咧咁樣反撲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入咗呢球之后就睇你有几集中啦，因为好多失波咧都系入波之后挂住玩电话而输嘅。呢下睇嚟似犯规系啦，冇错啦，球证就吹鸡啦。呢位仁兄認住佢啊！啲重炮不嬲係好厲害嘅，啱啱呢個波就爭少少啫。試下直射，唐晶啊判越位喎！呢個波係比得靚嘅，不過睇真啲咧，其實係後防咧就反應慢得滯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過到啦，過到啦，有機會，呢球波靚啊！成班球員咁落力追翻球，我諗啊，教練都好開心。最後嗰腳啊，簡單啦。喂，你點睇啊？嗱，呢個比波咧睇落就易啦，但係其實要好有足球智慧先至入到嘅，一啲都唔簡單。米杜士堡再次追平比數，唉，鬼唔係咩？成班球員一入波就放鬆曬，好似贏緊咁。加斯頓拉美尼斯呢個直線靚啊，達力空咗，而家點啊？
个是角球嚟嘅。后槌一摇，咦，个波出嚟啦，个波踢翻去安全地带先。上半场完嘅鸡声响起，踢完上半场咧，都仲系吓难分难解啊，比数系1-1。球证明的下半场开波了，巴拿根这样的传播不得的，这脚直线一下趟穿了，直接长传，史道安尼，巴拿根，唔错唔错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加斯顿拉美利斯，到底佢系真跌定还是扮嘢咧？就大家决定啦。不过我睇落咧，佢就似自己瞓落去嘅。射啦，呢球入啦，反败为胜啊！士堡入球领先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简单直接啊，入个飞身。嗱，呢个进攻啊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，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。分去右翼度。巴拿根繼續突破，球證吹停，吹翻轉頭啊，俾翻張黃牌。奧斯卡整腳直線，試下握埋去啦。傳唔傳到咧？呢個球員一啲都唔怕挑戰嘅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。下次要比好啲至得。嗱，其實個諗法唔錯噶，走位都幾好，可惜啊，比波嘅質素爭啲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下次比波嗰個距離咧就要把握得再好啲。解圍踢翻出嚟，呢個直線靚啊！射啦！兩隊要爭呢球波啦，講得好啊！不過送波嘅好對手啊，要球證啊，吹翻之前嗰個犯規。跳高一跳，侯克射入，呢球靓啊！呢啲球队咪有斗志啦！我最中意就系睇到啲球队咁样追翻翻嚟嘅。个角球斩得好啊！呢个波咧，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，龙门完全冇得救。两队又一次平手。哎呀，呢头入波，嗰头又俾人追平啦，又要重新嚟过啦。吊高个波，呢个传球睇嚟唔错，踢翻出嚟，
佢講咗句對唔住，下次又會俾好啲啦。巴拿根攞翻個波，巴拿根嘗試追翻個波翻嚟。這個嘗試都不錯，不過實在太多人了。個波傳向左翼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叫做暫時解除威脅啦。犯規，球證判罰球啊！佢都知麻煩啊，兩黃一紅。球員啊抗議得好激烈啊，不過球證當然係完全唔會讓步嘅。嗱，呢一個犯規係咪真係咁嚴重咧？值得商榷嘅。不過結果咧就好明顯啦，剩低嘅時間佢哋得翻十個啦。直接長傳，想要個波，個波又嚟唔到，係都唔俾你過啊！試下呃埋去啦，就唔係話傳得好曳嘅，不過仲有改善空間咯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艾傑神整腳直線，好嘢啊！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卡維奴試下長傳，奧斯卡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好波，搞掂呢個波入咗。佢直頭好似同對手後衞玩遊戲咁啦，啱啱好 timing 一突破，就咁打破咗呢個越位陷阱。士保在这个时候做最后一次换人了，要赞他的意志力应该挺好的，不过有心无力，教练换他下来都对的了。很多队波一早都会放弃的了，但是这队又不同，一直保持冷静和团队精神，值得学习。团队侧翼立到个波，还有时间得手了，在这个时候追平啊，这么多空位，这么多时间，真是点射都入了。哇！佢喺禁區裏邊咧，難得有咁多時間喎嚇，對手好似當佢冇到咁，咪搞到佢啲入波啦，真係好容易啊！比賽嚟到最後幾分鐘，終於平手喎！嗱，兩隊踢足九十分鐘咧，都冇乜特別表現嘅，不過邊隊贏都唔出奇喎。發俾奧達斯華，哇！呢下飛鏟，不過冇犯規啊！哇，好跳得啊！我谂对方都流几滴冷汗啦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唔错噶啦，下次啊。个波向前传，费斯查个波飞出嚟，界外球。起腳反應好快啊！解圍做得不錯，傳翻俾龍門先，由頭組織過。九十分鐘內啊，未分勝負，咪進入加時階段啦。嗱，呢兩支球隊實力咧，可以話係勢均力敵嘅，應該有排鬥。稍微唞一唞咧，就要踢加時咯噃。
兩隊經紀人踢咗成九十分鐘，仲未分到高下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侯克傳波入禁區。接得好，侯克呢个直线靓啊！咦，解除危机啦，成功解围，呢脚波传咗去对面边线，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奥斯卡整脚直线。機會嚟啦！呢球波救得靚啊！哇，脱離呢一次危機真係都幾靠運氣。嗱，佢稍為唔集中啫，咁就冇咗個波啦。唉，我都有啲同情。抢翻个波翻嚟啦！直接长传，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！传入去，有机会射啊！搞掂，又再超前啊！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，系冇分别噶。呢、這個波係射得靚嘅，不過咧都要讚下比波佢嘅隊友啊！韋杜士堡領先，直接長傳，侯克艾傑神傳個低波入嚟。呢球波唔入，個後果可能啊好嚴重啊！錯過咗呢個追和嘅機會咧，真係好令人失望。加時上半場時間到啦，場波就去到最後嘅十五分鐘噶啦，唔知道會唔會有咩戲劇性嘅發展呢？看到兩隊的體力都真係差不多見底噶啦，到底哪隊會贏呢？奧斯卡，呢個會是界外球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試下呃埋去啦！傳翻去轉頭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個波甩咗出嚟啦，呢球入埋就贏梗啦！真係好似死過翻生咁啊！不過睇佢哋個樣咧，好似仲未驚完啊！射門啊！咁簡單嘅射門竟然啊唔入，差啲俾人拋嚟啊！好彩佢守到呢球波啫。防守球員解圍，艾傑神一下鏟波，球證吹雞犯規啊！看來都要比牌的了，是的，沒錯。這球波擋得好啊，向前場的傳出，
米杜士堡又立翻个波啦。费斯查向前场方向嘅长传，个直线嚟啦。奥斯卡身形占优啊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好机会，传个波入嚟，直接抽射。时间到咯，球证明顶。呢场波真系戏剧性啊，风水轮流转，形势出现大变化。Keyman， 波啊睇完啦吓，成场波你有冇咩意见咁啊？哇，今日仲有咁多球迷入场嚟睇佢哋呢场波，我谂都会睇得好冇瘾咯。因为佢哋咧成场波打落咧，都系志在想唔输咧，就多过系想赢嘅。Keyman， 多谢晒你今日嚟同我一齐评述呢一场波，同各位观众讲声拜拜。